穆小璐，这么晚找我干嘛呀？我想跟你聊聊。你觉得我们两个人还有的聊吗？放过马哥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你放过马哥好不好？放过马哥，我们两个人已经离婚了，谈何放过呀？你们离婚了，但是毕竟是20年的夫妻。 你就忍心看着他受折磨？是我折磨他是吗？如果没有你，他们怎么会折磨他？你能不能跟他们说一下，别为难马哥好不好？顾小璐，你跟我提这样的要求，不可理喻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是为了马哥的幸福。你觉着我特别不要脸是吧？我没有你长得好看，我没有你有文化，所以马哥选我。 我根本就是趁虚而入，是吧？你很无辜，你很可怜，整个过程你就是受害者。不是吗？趁虚而入，那得有虚可趁。如果你们两个人彼此信任，我还能插得进去吗？你觉得你就没有问题吗？你也有问题，你没有经营好你的婚姻。你没有资格跟我说这些。你想一想，你跟马哥是怎么相处的？你知道他想什么吗？你知道他要什么吗？ 你是你每天都很用力地替他安排生活，那是马哥想要的，还是你让他要的？你得了癌症，你没告诉他，你就觉着你很伟大了是吧？然后你觉着马哥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你又觉着很委屈是吧？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感受啊？你每天跟严俊眉来眼去的，你觉着他无动于衷是吗？你把我介绍给他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考虑到我？ 和他的感受啊，我觉得你只不过就是一个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随便安排别人的生活，你才是婚姻里最大的错误。我是最大的错误，是你破坏了我的婚姻，破坏了我的家庭，破坏了我的生活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抢走马哥吗？因为你把他当儿子，我把他当男人。 要是也像你这么好看，你根本没有一点机会。你可能说的有点多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请你记住，我和马三强的婚姻最主要的问题就是，你跟他最主要的问题是我是吗？你们两个人之间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是。那我告诉你，那天晚上我跟马三强什么事儿都没有。 这个事儿连马三强自己都不清楚，你现在知道你跟他之间婚姻的问题了吗？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彼此根本就不信任对方。你干什么？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？你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这些？已经破坏了我们的婚姻了。现在我要跟严俊结婚，你告诉我这些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让你对我有个交代。 你到底要谁呀？如果你想跟马三强在一起，你现在马上跟他复婚，我会滚得远远的。如果你做不到，你就去跟严俊结婚，以后再也不要出现在我跟马哥的面前。我要认识。 你现在告诉我这些，你说我还能专心跟严俊在一起吗？你说我还能跟马三强再回到以前吗？你告诉我，你选吧。你让我怎么选啊？你让我怎么选呀？你爱怎么选怎么选，你给我回来。